修复挺胸器之神奇功效。若垂头、驼背、垂肩和突肚，就看落垂头丧气，破坏形象。其实身体和心理是互相影响，垂头丧气会导致失去自信，反过来亦都一样。而长期垂头丧气更会导致悲观无自信，反之亦然，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利用修复挺胸器优化身心，解决以上问题。在身体方面可以矫正驼背，修复瘦身挺胸和优化身形，心理方面可以提升自信心。佩戴非常简便，利用拉紧器收紧腹部，挺起胸托。挺胸器治疗原理是利用三点杠杆力矫正驼背，其矫形原理是使前端椎间盘增高。佩戴后优化身形，矫正驼背，修复瘦身，抬头挺胸，从而优化心理，变得乐观有自信。使用后获得美好身形，就是人生小幸福。骨科小毛病治医产品在以下健康店均有销售，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帮助别人。